赐给了我们的光明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大家平安，神父平安。我们继续聆听肉望的叮咛，我们要彼此相爱。那我们要彼此相爱，是因为天主是爱。那如果我们说我们爱天主，我们要表现出在我们与邻人、与别人身上要爱他们。那如果我们说我们是爱我们的兄弟姐妹，那这个就说我们真的是认识天主，我们是爱天主。现在我们大家认罪，准备我们的心，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罪，我的重罪。为此恳请终身童真圣母玛利亚、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，我们的天主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们。上主求你垂怜，上主求你垂怜。基督求你垂怜，基督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，上主求你垂怜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你的唯一圣子取了我们肉身的形体出现在人间，求你改造我们，使我们不但在外表上和他一样，也能在心灵上与他相似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。阿们。恭读圣若望宗徒一书。亲爱的诸位，我们要彼此相爱，因为爱出于天主。凡是爱人的，都是天主的儿女，也认识天主。那不爱人的，也不认识天主，因为天主是爱。天主对我们的爱在这件事上显示出来，就是天主把他的独生子派遣到世上来，使我们借着他得到生命。爱就在于此，不是我们爱了天主，而是他爱了我们，并且派遣自己的儿子为我们做了赎罪祭。上主的圣言，感谢天主。上主，地上万邦都要崇拜你。上主，地上万邦都要崇拜你。天主，请将审判权授予君王，将你的正义交给王子，使他公正地统治你的百姓，公道地管理你贫苦的民众。上主，地上万邦都要崇拜你。愿高山给人民带来和平，愿丘陵为百姓带来公正，愿他保护百姓中的穷人，救助贫苦人的子孙。上主，地上万邦都要崇拜你。他为王时，正义必要伸张，如月之恒，永享安康。他的领域广及四海，他的王权远达地极。上主，地上万邦都要崇拜你。赞美路亚，赞美主。唱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唱
稣宣讲天国的福音，治好民间的各种疾病。赞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赞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赞哈利路亚，赞哈利路亚，赞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愿主与你们同在。恭读圣马尔谷福音。主愿光荣归于你。那时候，耶稣下了船，看见一大群人，就对他们动了怜悯的心，因为他们好像没有牧人的羊，就开口教训他们许多事。天色晚了，门徒就来对耶稣说：“这地方是荒野，天已经很晚了，请你遣散他们，好让他们往附近田舍群庄去，各自买点东西吃。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你们给他们吃的吧。”门徒说：“我们去买200块银钱的饼给他们吃吗？”耶稣问他们说：“去看看你们有多少饼。”他们知道了，就告诉耶稣说：“5个饼2条鱼。”于是耶稣吩咐他们，叫大家分组坐在草地上，大家就一组一组地坐下，每组100人或50人。耶稣拿起那5个饼和那2条鱼来，举目向天，祝福了，把饼擘开，递给门徒，分给大家，又把2条鱼也分给他们。所有的人吃了，也都吃饱了。他们把剩余的碎块，收了满满12筐。当时吃饼的男人就有5000。上主的圣言。大家平安。神父平安。我们刚才的福音就告诉我们，耶稣看见了群众，他就动了怜悯的心。他看到了他们好像是羊群，就是没有牧人的羊群。看到他们动了怜悯，他们好像是没有牧人的羊群，他就开口教训他们。教训他们。那我们想一想，我们就看在耶稣旁边的这些门徒们。门徒们听了耶稣在那边讲话，耶稣讲了一直讲一直讲，天已经快黑了，耶稣还没有停下来，门徒们就非常的紧张，就来了到耶稣面前。耶稣啊，你够了吧，你不要再说了吧，你就跟他们讲了，你们回家去了吧，你们回家去。那因为你知道天已经黑了，他们就可以自己去买一些东西吃的。但是耶稣是怎么回答他们呢？你们给他们吃的吧，你们给他们吃的吧。那门徒们就觉得，耶稣你这么奇怪，我们要给他们吃的吗？你没有看到在你面前的有多少人呢？有5000男的，但是如果全部要算的，大概有12000-15000左右。我们要怎么办？我们这里只有200银钱而已耶，我们要用这200银钱去买饼给他们吃吗？那200银钱，这个是多大的数目吗？1个银币就是一天的工资，你工作的一天就是1个银币。你有200银币，你工作的快要一年了。快有一年你才有这200银币，以后呢你说我们要把它用了，今天用，那这200银币我们买饼也不够他们吃的。他们有15000，我们需要多少天？15000要工作才能够给他们，如果一个人吃多少，是这样的吗？
所以门徒们他们就是有一点的紧张，耶稣告诉他们你们要吃的吧，为他们来说这个是不可能的事，不可能的事。但是我们圣经告诉我们，为天主没有不可能的事，为人有不可能，为天主都是可能。耶稣就问他们，那你们有多少食物啊？门徒们就说有五个饼两条鱼，把这些带来，透过耶稣的手，奇迹就发生了，奇迹就发生了。好，我们就回到耶稣他所讲的，给门徒们讲的，你们给他们吃的吧，你们给他们吃的吧。等一下，你不要一直动来动来，我就那个注意力就是被你那个打扰呢，还在被搬搬的什么的啊？没事。OK。好，因为我看你看了以后呢，看后面看这个，我实在有什么事情发生啊？好，到哪里了？啊？来，对，所以他们有五个饼两条鱼，把这个带到耶稣跟前。哎，不，我应该后那个后面的那个你们要给他们吃的吧，应该是到这里了。OK， 好。耶稣就给门徒们说，你们给他们吃的吧，你们给他们吃的吧。在我们的生活，我们可能会遇到这些的，有一些问题是出现在我们面前，我们会看到的是理由不能去完成，理由不能去做。门徒们也是一样的，我们只有200银币而已，那我们没办法为这些人 做一些事情。有些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就说对不起，这个不是我要去完成的，这个是别人去完成的，虽然我明明看到，我把这个问题就带给你，你来完成，但是我呢，对不起，这个不是我的事。但是今天耶稣跟门徒们讲的，你们已经看到了，众人都饿了，你们也要付诸行动，要帮助他们。我们也是一样的，我们看到我们也要有一个主动性的，有积极的去做去完成，而不是要拖给别人。所以在我们的教会 教堂也好，在我们的社会，我们看到了有一些在我们的能力范围我们可以做的，我们也可以有主动性的去完成这些，去帮助别人。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意象一起奉献于天主。天主，我们把今天全部的生命奉献给你，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，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，帮助福音的传播。天主，愿你以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今天的举止皆以你的旨意为准绳。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效爱你。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，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奉献给你，为光荣你的圣名，并为拯救世人。我们要天主，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，也求你施恩于我们的父母家人亲友，施恩于教会首长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，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，求你把
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。求赐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。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。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卷起成见，扫除障碍，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。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，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。我们把一切善信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，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祈祷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愿全能的天主、圣父、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。阿们。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礼程，你们去传报福音吧。感谢天主。我主耶稣是圣灵源，我主耶稣是活水泉方河，这水主证明说道，永远再不渴。难道永远再不渴？真正永远再不渴。水煮着